OK， 首先真的很开心，也觉得很荣幸啦 ，JCI 啦邀请我成为 JCI 全港时尚专业女性选举的活动大使啦。咁其实呢、可以做今次的活动真的很开心，因为自己都是第一次啦。身为女性啊，我觉得咧，我哋女性其实咧，我哋喺各方面咧，其实都可以很优秀的，因为其实我哋的工作啊，对家庭、对工作啦、对社会，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贡献啦。所以其实我在度咧，依家呼吁大家，由即日起咧，至到5月31日啦，请大家咧即刻呼吁你身边啦，有优秀啦、有专业的女性朋友参加今次的活动，因为真的非常之有意义嘅。阿 Ben 都未，阿 Ben 点埋先，系啦。好，得咗。成功真唔敢讲，但系我觉得系工作系开心嘅，系啦，亦都好想分享一啲即系自己嘅啲身边嘅正能量啊，正面嘅价值观啦。例如，我觉得我哋身为女士啦，我哋无论工作啊，对家庭啊，都有付出好大嘅贡献啦。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要宣扬我哋女性啦，积极啦、正面啦、自爱同埋自信嘅呢个价值观咧，带俾身边嘅朋友，分享呢个嘅态度嘅。阿陳志瑤咧都好 friend 喎，咁啊近排佢又出咗一個劇集，好唔好？係係係，你自己點睇法咧？啊，我覺得好好睇，我真係覺得係真係未試過，我係會係去追睇啊！係雖然我夜晚咧，因為呢排小朋友唔舒服啦、病啦，我就要湊佢瞓覺，但係瞓咗覺之後咧，我就係伏定咧佢哋有啲咩精華片段啊，係啦，我就會睇嘅。咁我真係睇得係好入戲咯，同埋真係。好感受到佢哋嗰種嘅，即係戲裡面嘅角色嗰個感受啊，其實都好多感動位嘅，所以我覺得今次我嘅朋友阿 Yo 啦，佢真係做得好好啦，發揮得好好啦。其實成套劇嘅演員咧，其實佢哋都個個都做得好出色嘅，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劇集嘅題材都好特別啦，都好啱女士或者係啲夫婦啊，係咯，其實都好適合睇，所以其實即係女士睇咗好多都會有共鳴嘅，所以呢套劇我覺得係咯，好特別，好值得睇啦。等等下，其實都會嘅。其實我都好中意做嘢，都好中意拍劇。假如真係有一個機會，我真係會覺得好開心啦。係咯，都會想嘗試一下嘅，係咯。都試得啦，呢個影一 shot 先嚇。可以揮揮手喎，係啦。可以喐下嘅 video 嚟嘅。其實因為小朋友依家主要是我照顧佢啦，所以其實佢係非常之黐我嘅，不過都黐爸爸，但係佢好醒目嘅，佢分唔同類型啦。咁可能去即係食嘢啊、瞓覺啊就揾我，但係玩啊、買嘢啊、即係諗玩具嗰啲嘢，佢就識揾爸爸，所以佢係識得分啊咩時候揾媽咪啦，咩時候揾爹哋啦，係。OK， 等等下。多謝。有咩方法啊？我覺得最緊要係保持心境開朗，係啦，呢個好緊要，同埋真係要飲食方面，其實依家都要注重多啲咯，係啦，因為始終生完啦，即係各方面嘅體質都唔同咗，所以我依家係更加著重喺食嘅方面嘅，即係盡量食少啲生冷嘢啊、煎炸嘢啊，食清為主咯，多菜少肉，係啦。嚟簽個先，簽個先，係簽個名先啦，係啦。嚟望我哋呢邊啊嚇，可以周圍望下都得嘅，係啦，總之望我哋呢邊就得噶啦。好 ，OK， 好，唔該曬。俾個心心我啦，好冇？望住我哋呢度嚇，心心嘅，準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仲有。好，呢度，一、二 ，OK。